大家都走了，现在又是我们两个了。啊，对呀。今天好玩吗？很好玩，很久没认识新朋友。你的意思是认识新的女生朋友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那个女生呢？哪个女生？那个穿黄色裙子的女生呢？谁？那个很好笑的女生呢？谁？那个跟你聊天聊很久的女生呢？哦，那个女生啊？对啊，那个女生呢？不然嘞？啊，很高兴认识她。